일단 팀 스타일 자체는 미드 정글 위주로 굴리는 것 같고, 그리고 맞춘 지 얼마 안 됐어요. 이제 거의 한한달 가까이 돼 가는데 지금은 나쁘지 않다고 생각해요. 좀만 더 하면은 성적을 충분히 낼수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在哪里？又在哪里？
Thank you.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我们邀请到的是 MVP 选手 Kuro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今天刚刚那局比赛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拿到了 MVP 啊。他对于今天自己的表现是怎么样评价的呢？일단오늘일기생각으로오긴했는데이렇게2대0으로좀완벽한승리를거둬서너무기분이좋고요그리고또전팀에있던클레이머선수를이겼기때문에기분이더좋은것같아요今天的话是以必胜的决心来到了这个赛场的，然后我特别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赢了之前的队友库尔蒙。哇，说到了之前的队友 Krama， 而且大家也都觉得今天是焦点之战嘛，可以跟之前的队友 Krama 交手。那今天跟他打比赛之前有交流吗？那打比赛之后我看到是有说话的，有说什么吗？아경기전에일단종훈이가불러서좀만나서얘기했는데그냥중국살만하냐중국어많이늘었냐했는데많이안늘었더라고요제가더많이늘었어요 比赛之前是有跟他打过招呼的，然后他主动过来找他聊天，然后就问了一些在中国生活的怎么样，还习惯吗？然后再问一些你的中文怎么样了。我感觉他的中文没我好。哇，说到这个，其实可能大家也很关心，因为现在来到了 LPL 嘛，觉得跟 LCK 有什么不一样呢？일단아직한경기밖에해봐서차이점을그렇게까지는모르겠지만일단좀더공격적이다선수들이因为只打了一场，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什么区别。特点的话，可能就 LPL 具有攻击性、侵略性，打得非常的激烈。而且我看到今天其实跟打野 Metro 选手也是配合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你的中文如何呢？你跟你的打野是怎么沟通的？你们两个人不会是拼信号吧？일단제가아직중국어를한달정도배웠기때문에그렇게많은표현을잘못해요그래서좀일방적으로제가뭐도와달라고방어하면도와주는편이고좀서로좀일방적인콜을많이해요서표현을잘못해서지금因为我刚学中文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跟他沟通只是那种单方面的，让我帮我啊怎么样，就这种类似的话比较多一点。但是我相信两个人的默契和配合可能会与日俱增，而且可能在之后会配合得更好。那接下来也想问 Kuro 选手，因为来到了 LPL 嘛，你觉得今天赢下这一场比赛之后，你之后会更想跟哪一位选手对决呢？아직그렇게막만나고싶은선수랑팀은없고요일단이렇게첫승을기쁘게거뒀기때문에앞으로한10연승만하고싶은데요后面的话想遇到的队伍和具体的选手是没有的因为今天首战是以胜利为告终了嘛，所以说我后面的话是想十连胜，就这样。哇，想十连胜！那在中国现在，你觉得吃到最开就最好吃、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많이먹어봤는데일단맛있는게맛있는게되게많더라고요제일맛있었던그래도과거하이디라오海底捞我听懂了，所以说吃到火锅和海底捞是最喜欢吃的，是吗？是的，是的，是的。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有很多很多你的粉丝来到了现场，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可能以前在 LCK 打比赛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去到现场给你支持，但是今天他们来到了现场。일단한국에서도응원해주신팬들이많아서정말감사드리고이렇게타지에있는중국에왔는데도응원해주시는팬분들되게많더라고요그래서항상팬분들한테는너무감사한마음밖에없는것같아요항상감사합니다谢谢在韩国的时候也有很多中国粉丝来支持我然后我已经来到了中国嘛中国之后也是看到很多粉丝在支持我所以说我在这边想跟大家说非常谢谢你们谢谢哇，非常感谢所有的选手的粉丝来到现场给我们的选手们打 call 和加油。那接下来要公布的就是本场的幸运的观众，他们是一排十四号、三排十七号以及七排十二号、七排十三号和十一排二号。恭喜以上的幸运粉丝。那么接下来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握手会的环节了。那么首先让我们用掌声邀请出 BLG 所有的队员来到舞台上，有请。
好，同时呢也要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粉丝，有请。好，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这几位选手说的吗？可以用韩语说。我想和酷肉选手说，영원히미개다고말하고싶은데그말이부담이되고싶되고싶지않나요그러니까지금말하고싶어앞으로나도프로선수는응원하려고계속노력하겠습니다파이팅아유 ADD ADD 선수랑선수는데뷔3주년축하합니다哇，非常用心的小姐姐，你可以去到你喜欢的选手领走他手中的应援物，也可以跟所有的选手握手。哇，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粉丝们都是身怀绝技，非常的厉害。来到我们的粉丝应援会，来到我们的握手会，还可以跟我们的选手们近距离的接触，说出心中想说的话。那有请我们下一位小姐姐。其实今天真的很多粉丝都是不远万里来到这边，有什么想说的？下去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冲呀！好，可以去到你喜欢的选手身边领走应援物，也可以都握一个手。哦，只是想握一下手，看看看看要拿走谁的礼物，拿走了 ADD 手中的礼物。好，来，有请我们下一位粉丝，有请。好，有什么想说的话吗？我是酷肉的粉丝，然后你今天很帅，希望你以后继续加油。然后希望你喜欢中国。好，我相信他的队友应该到时候会下台跟他说一下，翻译一下你很帅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之前他们的那个采访当中，青粉也是学了很多的中文，虽然那个中文学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教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学的中文都非常的有意思。来，有请下一位粉丝。我相信所有的韩国的选手来到我们的国内学中文之后，都会理解到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有什么想说的吗？喜欢哪一位选手呢？我喜欢金角。我觉得他今天 AD 打得特别好，然后还有 ADD， 我觉得他的名字似曾相识，我想知道这有什么含义吗？就是和其他的名字都有点像。他好像就是说要加入到一个当时他的队伍当中，所以就是给到那个队伍一个支持和鼓励，所以他叫了 ADD 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到时可以问一下哦，你可以去到你喜欢的队员的身边。金角害羞的笑了，哎，没有想到男粉丝上来会说喜欢我。好，来，谢谢这位粉丝，来有请我们下一位粉丝，也是一位小哥哥，最后一位粉丝了，有什么想说的话吗？就祝 BLG 今年努力打进 S 赛吧。已经说完了是吗？你的祝福，我相信所有队员已经接收到了，金角已经默默的微笑，说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的。而且我觉得现在 BLG 整个的中野联动，包括上下的一个节奏都非常的好。来，再次感谢这位粉丝，那我们也是同时再一次恭喜 BL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再次感谢所有的粉丝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接下来把画面交还给今天的二位解说。